来，掌声有请姑娘出场。天使给十一号，灭八号。哎呀，好，好，谢谢二哥，谢谢二哥。大家好，我叫王涵涵，今年20岁，来自吉林长春。我的爱情宣言是。暗恋8年没表白，今天只冲你而来。好，好，笑的开心。那你跟小二一起上来，这是啥意思呢？因为我最近5天之前腰闪了，但是我又特别想来录节目，所以说只能他伺候着了，是吗？对。哎呀妈，是这意思？那你就说好了，鸡腿的价格我都能伺候那到位。你也就这点出息了，我看出来了啊啊！那个，接下来还用小二在这旁边了吗？不用了，谢谢二哥，辛苦了。谢谢啊，谢谢小二啊。谁嗓子不好使啊？没有燕姐，我你啊。哎呀妈呀，这佟老板就等的都不等等不及了，别唠了。我说姑娘腰疼的事你不关心关心吗？那我刚上来，我以为我现在气点那么足吗？因为腿脚不好啊，完事我好像我记得我8年前好像不认识你，影子糊的。你怎么能暗恋我8年呢？怎么能啊？你有点想多了。是喜欢这一款的是吗？燕子姐。先保密，这样咱看看短片，看到底暗恋谁，咋回事儿？那行不行？看短片之前呢，我觉得燕子啊，咱们得体现一下全程热恋人性化的关怀。那咋整？那让小二给你整个椅子，还怎么办呢？哎呀，这小二太到位了，慢点啊！哎呀，好，谢谢小二啊。那他是史上最逗的吧？好，来看看姑娘第一个短片。我喜欢你，我喜欢你，我喜欢你，我喜欢你。很多人都在为自己喜欢的东西坚持着。8年前，我喜欢上了你。大家好，我叫王涵涵，今年20岁，老家在农安，现居长春，现在是一名微商。月收入10000元左右，我喜欢全程热恋，喜欢了8年。我有一个外号叫迟到大王，周围的人都说我慢性子。走啊，一起吃饭去。等会儿我找件衣服。20分钟后，大姐，你话没画完呢。哎呀，我钥匙找不着了。1个小时后，终于出来了。哎，等一会儿，我上个厕所。别看我的生活节奏很慢，但是我很喜欢快节奏的喊麦。我想做你的新娘，陪你一生在身旁。我要走进你心房，我的男人，我的狼。我不仅会喊麦，喝酒还挺快。看解渴的，我干了，你们随意。因为我以前是做销售的，所以为了工作不得不喝酒。平时生活中我也不怎么喝酒。我想找一个能够喝点酒的男生，在关键时刻能够挺身而出保护我。全程热恋的小迷妹儿，是不是？是的，燕子姐，看8年了啊！我不得不说呀，这家里人也是啊，从11、12的时候就开始看全程热恋，你说这是不是有点那么早就埋下了一颗爱情的种子？涵涵呐，我想问一下，当年你才12岁，你能看懂全程热恋吗？我当时第一次看全程热恋的时候，是我爸爸和我妈妈在看。这么多年看节目啥感觉啊？喜欢啊，并且为喜欢的东西一直在坚持着。坚持着，对啊。你这现在这个岁数其实不着急找对象啊，但是真的就是因为喜欢一个东西不需要太多理由。2号老夏。你好美女，刚才看短片就是你也挺喜欢喝酒的是吗？我也挺喜欢喝酒，你能喝多些啊？就是他吧，就是给人感觉特别稳重成熟，就是说话什么的就给人感觉特别有安全感。别问我的酒量，手指大海的方向。别问我的酒量，手指大海的方向。一直喝呗。
没有，开玩笑的。哎呀，我吓死我了！我说这孩子看全世界看的，说话都一套一套的。哎呀，手指大海的方向。不是，我也挺能喝的。所以说，就是我平常就是社交啥，基本上我的朋友基本都有酒局，都有喝酒的地方。我为啥说把灯灭了呢？我就给你一个合理的解释嘛，就是我希望我找的女朋友，我的爱人，就是。我就比我是也是有点大男子主义，我就我喝行，你是不可以喝的，你就找喝酒对象吧，你看看十三号，啊，李晨叔稀罕吃喝酒的，是不是啊？啊是，但是我是喜欢对象能喝酒，就重新能帮我挡挡酒的，因为我不能喝，感觉媳妇能喝，我脸上很有光哦。那我想问问他陈叔啊，你想想，如果万一哪天你跟二号老夏一起喝，完了你不能喝。你让你媳妇儿涵涵帮你挡酒，十多瓶都下去了，老夏还在灌你媳妇儿，你得怎么办？这事儿我能干出来，这事儿能干出来啊！那你瞅瞅，那我得先喝，王哥，后让我媳妇上，我两口子轮他一个，我就不信整不了他。就是男人呐，尤其咱东北小伙真是这样。我即使不能喝，但有人要是灌我媳妇儿，那不行。你好，文森。我看你短片里说你这个性格特别慢，这个好帅呀。那你找男朋友的话，如果他性子稍微，就是时间观念比较强一点，你能改变你自己吗？可以改变，但是也快不了多少了，因为我尝试着改变过。在我这边的是行不通的，就是你这种方式，我不可能让我的客户去等我，所以我只能说提前到。你这个行业为什么就得提前到呢？我晚到那出事故了，咋的呢？不是硬了就是化了，不是硬了就是化了。